各位慈悲烟供施食共修大家庭大菩萨，各位好朋友大家好。那么晚上我们又来到一个山上虎目区继续努力。我想大乘佛教的基本就是一种悲心，但是悲心必须要有感受。经常有人问我说，师父超度要怎么超度？一定要出家人吗？一定要如何如何吗？没有一定啊。我想超度就像你妈妈在生病你有感受，你儿子在肚子饿做妈妈有感受，这就是一个超度的力量。超度是由佛来超度，但是我们负责什么？感受到、了解到、体悟到、同理心对方的痛苦。所以我们讲到饿鬼道，那就是他时时刻刻都在饥饿，没有衣服穿啊，生病、被欺负，各种痛苦的状态。所以后各位后面看到，哇，他们烧了这么多的烟啊，这些都是一个慈悲的味道，用钱买的各种好吃的食物啊，牛奶、饮料、各种饼干。但是不管讲饼干、牛奶、食物、米面、饺子，就是代表爱，感受到对方的苦，愿对方马上得到甘露，马上得到快乐，是为了这个。所以我想大乘佛教修的就是一个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，所以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发起出离心，因为自己的痛苦肚子饿生病生老病死，才了解其他众生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独生子的痛苦一样。有了这种痛苦的感受，所以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。所以为自己想，哦，你要什么你要什么，你最多只能修解脱道。但是感受到、了解到、体悟到其他的生命、其他的人他需要什么，那你就有资格行菩萨道。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做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人啊，不要一直说我想干嘛我想干嘛我想干嘛。这个我就是修菩提心最大的障碍、最大的敌人，也是生死轮回的根源，叫无明我执。但是众生是我们成佛的因啊，众生是我们生命慈悲的动力。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要行菩萨道，特别你喜欢做超度，那你要去感受到众生的痛苦，一只鱼的痛苦。所以为什么佛陀叫我们要吃素？因为吃素你才可以培养一个慈悲的种子啊，你不能没有感受，你只感受到自己的哦，舌头需要味道，但是你没有去感受到那个生命被杀的过程，那些养鱼的、杀鱼的、杀牛的，他们将来也要被杀，轮回的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就是一种轮回。所以各位修菩萨道，那么一定要把握机会，经常去感受到众生的苦，而为他做。杀蜜给鸟吃，用水布施给众生啊，做做药供药，让他们脱离痛苦。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买各种的中药啊，胃肠的、肝的、现在肺炎的、头痛的、腰酸背痛的啊、妇女病的，不管你买什么，因为你在加这个药粉的时候，你就有一种感受，一定他们在病，不管他什么病，我就要给他什么药。就像你妈妈胃痛，那你赶快去布施一点中药的胃药，为什么？妈妈的痛成为你的动力，你才会认真的做。我想大部分人啊，喜欢去放生，喜欢去参加佛会，都是因为家里有人生病甚至死亡，这是一个动力。但是菩萨道感受的是24小时分分秒秒所有众生在轮回当中的各种的痛苦，特别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在做烟供布施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真实的观想，而且相信所有地狱都打开了，地狱道在这边，恶鬼道在这边，所有动物到这边。既然你讲到动物，那有草食性的啊，有肉食性的，肉食性的用面包、用牛奶，用番茄丝血浆，所有人类的痛苦也在你面前。所以各位，一个人最怕被讲什么？这个人都不关心别人的痛苦，感受不了对方的痛苦，那你这个人要修大乘很难。那修大乘是对方有一点点痛苦你就受不了。就像各位常听一个故事，有一位
大法师老和尚在台上讲课，突然啊一声跌下去，大家问他干嘛，有后面有一只狗被打的时候，这位大法师在上面讲课就感受到他的苦，他马上受不了啊。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修行，有一位三藏无畏法师啊，他要去寺庙挂单被赶出去，他只好在外面啊，很冷，就在庙门口，到了晚上啊一直叫啊，和尚杀动物，大和尚杀动物啊。那个时候大家奇怪，这个人神经病啊，乱喊。那是这位三藏无畏法师说，哎，老和尚，那个住持和尚，你睡觉的时候一转身，一只跳蚤被你压断腿了，跳蚤哎，结果一查真的有跳蚤，仔细一看跳蚤腿断了，这个叫菩萨，他真实去感受到对方的痛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喜欢做烟供施食不施水的人，一定要经常练习这个感受到对方的苦，愿意承担对方的苦而升起悲心，那有了悲心来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，为他们修仪轨、念佛、念心经、念地藏经，特别念辨识咒。所以我个人特别喜欢念辨识咒，走到哪里撒个米也好，一点点食物也好，点个烟供也好，为什么？不断的培养悲心啊，特别那些咽口鬼，他们根本没水喝，所以走到哪里学观音菩萨，杨柳枝甘露水，永不间断。特别现在各位又知道病苦很痛苦，所以那我们要多布施药啊啊，乃至用观想的很多药，所以我每次到药店门口甚至到医院，我就会在领药的地方故意坐在那边一直观想这些药，上供下施，也一直请诸佛菩萨特别药师佛加持这些药，让吃到的人消除他的病苦。所以所有医生都变成药师佛，所有护士都变成菩萨，所有病人都是我们的父母独生子，整个医院就是一个净土，以这样子来练习超度的方法。在我后面乌漆麻黑的啊，是一个浑木区啊，浑木区，但是希望大家经常，为什么站在解脱道喜欢晚上睡在浑木，就在修无常啊，体悟无常，哎，升起出离心，修苦行。但是站在菩萨道，无常就代表他是在痛苦啊，众生可能做鬼啊，死了、啊、被埋在那边啊，我们要对他升起悲心，祈求诸佛菩萨超度他们啊，让一个痛苦大家觉得恐怖的地方变成净土。所以各位，当你有悲心的时候，你现在在看这个网络荧幕，后面变净土了，黑暗中的光明啊！这边在做大烟供，你看哇烟，然后呢，这个吸即解脱，看即解脱，听即解脱，就像各位的网络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看网络一样，它这个甘露三界清净刹，山游大悲客，冲遍无尽时，以正法性力，回向无尽藏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你要马上做这样子的祈愿观想，来布施众生。所以各位，你听我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讲的比较积极激动，为什么？就是要刺激大家的感受悲心。就像我们念，我们叫妈妈妈妈妈妈，心会痛哎。啊，当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心痛哎。当你念嗡嘛呢叭咪吽吽的时候，所有菩萨心就痛哎，痛什么？众生的痛，感受到，所以叫闻声救苦，广大灵感，圆满无碍，千手千眼，还要千手一千只百千万只手，百千万个眼睛来看到我们的痛苦，救我们的痛苦。所以，我想我们大家修大乘佛教菩萨道，当然研究经论、修仪轨、闭关，这是个助缘。但是如果我们悲心不强，那就痛苦了。所以各位，我想就像我师父，我师父跟我师公振华长老、卢徐长老，他们都是军人，退伍的。特别我师公是从小12岁出家，20几岁被抓去充军，然后后来又出家。他说修行就像军人一样。啊，要有这样子慈悲的冲动，慈悲要像100万只狗在后面追你，你不得不冲，慈悲要如大海澎湃一样。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，我给你取名叫海涛，就要让你悲心像大海滔滔，一直在那边澎湃又上不了岸，
一直在轮回里面帮助众生。所以我想晚上我们修行，各位念八十八佛也好，大蒙山也好，念阿弥陀经也好，打坐也好，忏悔也好，上供下施也好，大家用一个大悲心的力量。那修大悲心就不要生气，所以修大悲心的一定要修忍辱。而且第三个，脑子里面永远在想的如何帮助众生的苦，了解众生的苦，帮助众生苦，这叫利他的思维。当你有悲心，愿意安住在忍辱，而且经常升起利他的思维，这个叫什么？你才不会 为自己想，你叫比较容易因无所住的空性，然后你就要发起殊胜的大愿，我一定要受菩萨戒，发菩提心，一定要赶快往生净土，证得空性，你要发起甚深的愿，然后你才可以得到殊胜的果报，那就是成佛了，或是从净土乘愿再来，那个时候你才开始真实在帮助众生了。所以愿我们大家都用这样的力量不断的来努力啊！我们今天是第82场啊，所以最近疫情不断的提升，因为我现在人在台湾，然后世界各地都一样，那各位要很积极，哎，很积极，哪怕你在自己家里看书啊看电视，你都要想着这个都是修悲心的因啊，善巧方便了解众生苦，有钱也苦，没钱也苦，漂亮也苦，不漂亮也苦，对不对？健康怕生病，生病了怕死亡，有钱也怕人家不知道，没钱更苦，有无同忧。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修悲心，但是不要去要求别人怎么。现在我们是透过了解众生的苦而发起悲心，愿为众生，愿带众生成佛，而不要想要去改变众生。所以没有众生的苦，我们就不能成佛。所以为了众生，他要食物给食物，他要命给命，跟什么放生呢？就是给他命啊，甚至劝人吃素。各位喜欢诵地藏经阿弥陀经，要念的所有法界众生，无间地狱到最高的天都有地藏经，都有地藏王菩萨的示现。你念阿弥陀经啊，上至最高的天最深的地都是阿弥陀佛的啊千百亿化身，化佛无量无数，不断的在48愿九品莲华普度众生。所以愿大家悲心不要软趴趴，悲心不要沉默，所以脸上要有表情，讲话要有力量，但是最主要是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心念啊！千万不要因为书读了很多哦，然后呢参加法会参加很多而产生一种酷酷的傲慢，高高在上。所以我们要开始融入于世界，融入于众生。各位记住啊，让我们把心融入于诸佛的心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融入于众生的苦，心佛众生合为一体，这个叫密。金刚波罗波罗蜜，这个叫密。各位不要把它分宗派啊，大乘佛教就是要这样，心佛众生合为一体，无有分别。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为诸众生，这样大家一起来同享功德。但是还是要随喜，很多菩萨像我们今天来，很多菩萨自己买了很多很多的食物来，越多越好啊！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，不嫌多。这附近呢、还有很多流浪狗，我们等一下地上会撒了更多更多的米。明天呢、我每次隔天来看到地上都没有米了，那面包都没有了，就是流浪狗吃掉了，那些鸟吃到了，但是那些可怜的众生更是当下享受甘露，不断的精进努力，然后这样来回向整个世界，来回向所有法界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回向啊！愿以此功德，烟供、药供、供水、善供、下施、替身、多玛，包括各位大放生、戒杀、吃素、参加法会、供佛、斋僧、造佛像、印佛经、推广佛法、弘法利生，各项功德、世间的善业，所有道场所做的，我们普皆随喜，普皆随喜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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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各位看到人就给他念阿弥陀佛，希望他往生净土啊！每个人都可以如此。现在烟供已经到你面前了，啊，香盈盖菩萨现在我面前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事常行菩萨道。也随喜大家的一起发心，一起行动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嘛呢叭咪吽，那么沙瓦当当，哆啦萨姆拉萨姆，那么沙瓦当当，那萨姆拉萨姆，那么沙瓦当当，萨姆拉萨姆，那么娑罗波罗当，娑罗娑罗波罗娑罗娑罗，那么娑罗波罗当，娑罗娑罗波罗娑罗娑罗，那么娑罗波罗当，娑罗娑罗波罗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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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，阿耶那三波瓦子来，阿耶那三波瓦子来，阿耶那三波瓦子来，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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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界众生，所有生命，一切有情无有障碍，同享甘露，同享功德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见即解脱，大家发心。嗡啊吽。